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，病毒存在变异的感染。肺炎病例已经在境外。截至2月1号的24点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380例。武汉市全市离汉的通道暂时关闭，恢复的时间另行通告。 的雪下起忽然的冬天，本该发亮的脸，却黯然又疲倦。低头喃喃声，寒风掠过通红的耳边，无声击鼓里黯然，沉淀火焰，闷如莲。 风筝晕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，阳光慢慢出现，所有苦与险，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。我们脚印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那雨下的。 交换平安终将到来的光辉，踏出勇敢的脚步，迈向明天。我们心暖心，就等于全世界。让梦成你梦，真爱对抗谎言。我们心暖心。 相信用坚定的双眼，我想不远处雨后天晴的那天，难入眠，风吹云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。 所有苦与险，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。我们脚印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那咽下的一滴泪，交换平安终将到来的梦回，踏出勇敢的脚步。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。我很有信心，我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我们每个人都安全。截至10月29号18点，已经有12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累计捐赠款目超过7.4亿。治愈出院病例328例。赢得。